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新亚区公所超前部署，甲佑全保健药妆店来合作，加上我嘛特别伫店门口举办签名的仪式。佑全，赞！佑全，佑全，佑全，赞赞赞！区长甲店长伫个坐坐贵宾、里长甲乡亲的见证之下完成签约。区长讲真感谢佑全药局会当同意合作公所，未来嘛会搁较拍拼扩大新亚区的防灾救灾系统。这次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之后，来特别寻找相关的物资的来源，来做好防疫跟防灾的准备。那也感谢佑全这边特别来同意，来协助提供，来扩灾我们相关的防灾能量。这家药局我们签约是新颖的第一家无非都是希望以这次的新冠肺炎的经验来落实，来扩充我们的防灾物资。今天跟我们新营区公所签订这样合约，除了就是民众他们可以就是到药局里面来购买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区公所提供相对应的一个防疫的物资。那提供就是我们新营在地人就是有一个更多一份的一个保障。气候灾害防救办公室的参事嘛来到现场，对着区公所的努力表示肯定。我们今天可以见证这么多的里长跟我们的社会的乡亲，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整个防灾的准备工作。那我想说，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有准备的人生，有准备的工作能够来面对未来无法预测的灾害。那新营区公所做得非常的好。除了防疫的嘴暗酒精以外，公所也跟各行业的业者签约，包括着收容灾民的旅馆、养护中心，也有食的便当店等等，就是希望提供予新营居民上完备、上齐全的防灾救灾的物资。南天新闻王立德新营采访报道。